唱一首歌，一首秒针，唱秒针。想听秒针还是想听诺言打在公屏上？诺言还是秒针呢，家人们？诺言还是秒针呢？管他多少人，反正铁粉都回来了。来首诺言送给大家，好吗？你我不能错，都不能停，都不能抗拒命运左右。来吧，一起分享到六万人，来，六万多了，管他多少人呢，真的是，马上七万人了，家人们分享直播间喽，感谢九七三。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，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费就能收回，我不纠结人世间的聚散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原本讲得太天真，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，那里漂流，你我不能冲动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一个破碎的梦，破碎的美梦，留它有什么用？七万人呢，你我不能冲动，不能激动了，破音了哈！你我不能冲动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，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。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好美啊疼留，你我不能冲动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一个破碎的圆，破碎的美梦，流淌有什么用，你我不能冲动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，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。都怀孕了，那我也不知道多少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七万三千人，七万三千人，今天上不了八万人吗？可以的，我们上了八万人，今天开始继续炸福利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有福袋吗？现在就发，不要等一下。上八万人发，给一点动力好不好？的福袋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十三姨告诉大家，福袋里面有我们的冰箱洗衣机。小米的冰箱洗衣机左上角的福袋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家就是这样子，不喜欢抢福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来首秒针送给大家。在干啥呢？秒针。什么的秒针？感应着共振，一夜夜深深听到的。我这样好吗？真的，我这形象完全没有了。
正常一点吧，好不啦？同梦朝鲜入关中，我两手空空、啊。来，一起双击屏幕，点点赞，右下角分享直播间。雨一夜苏醒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着共振。雨一夜心生，甜蜜的秒针，别做了都发生，无处能预防。多梦曾深入分，那掉到六万人了，你跟我说什么屁呀、啊？你跟我在说。淡淡静默这个时长，你让我唱啥呢？深秋深点，你发现没有？我们家只要发福袋就马上掉人。我们家只要发福袋的掉人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你们都不想要吗？粉丝宝宝都很有钱。哎，我们家粉丝宝宝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想跟你们聊一下这个话题。人家发福袋上人，好多人参与，我只要一发福袋，立马跟我掉两万人，这是为什么？谁来跟我发福袋？我打谁？我真的是，我不发福袋了，我真的是。他们说上车上车，你发福袋就掉人，这是为什么啊？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真的想你问一下这个问题。因为粉丝宝宝不想你破费，他们说反正抢不到，那你发什么？今天不准发，谁给我发？我这一发就掉人，一发就掉人啊！真的是。等一下啊，不唱了不唱了。接下来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618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参与福袋啊。好，我看多少人参与福袋、啊、左上角福袋又发了，三分钟一个，三分钟一个福袋。我们上一次带完梦姐以后，家们反馈特别好。对，因为梦姐这个家访真的是非常厉害，真的高端。但是然后这一场了618呢，他们没有找任何达人，然后我618我也没接任何的场。对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们就想找我。618最后一场，他们说唐老板，你一定要帮我来做做数据。他说我不赚钱，我只要一个数据，只要他不亏本，咱们都可以放。对，所以今天618呢就是这个日子啊。我觉得今天下午带了几个小时了啊、大家也很支持我。然后今天来先有请我们的品牌方上场。好，唐毅老师好，唐毅老师的粉丝们大家好，我是梦姐的品牌方，我是整个线上的负责人啊，不上名。那今天呢，不要为什么、我只想问你 你不说那么多为什么了、我今天只想问你，在我直播间买的东西是不是跟着线下同款？今天买到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是线下门店的同款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湖南长沙麓谷古苑路168号的门店来给大家做直播。以后不要下播好吗？我受不了，为什么播两场？他们一次播完啊！来，这样子，今天线上线下同款，对，今天所有品七天无理由价运费险都有，是的，今天我们的价格不能比别的家任何一家，不管你多大的主播，不管你的旗舰店是多大，我们不能贵一毛钱，当然，当然。只有破价的份，没有，是的，没有贵的份，是的。因为今天是618，所以我们邀请到您过来就是为了冲刺这个618的数据。对的，线下还要卖吗？卖呀，很多人不知道线上有啊。对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打一个那个啥，上次我妈一个朋友到我家来玩，她给我带了一套梦姐的床上用品，我一看，哎，这是我带的货吗？我阿姨说这是她送给你的，买的超贵。我一看，这不就是我的款吗？我卖两三百块钱，他卖几一千多，是的，对，就是说价格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在这，今天是618最后一天，大家需要的咱们就下单，好不好？我们保证正品，对，而且保证都是梦姐正品，售后，而且上一次为什么我卖有人退货？上一次是因为我们整个不知道那个数据会卖那么多，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预售、这一次我们都是现现给大家。好的，上次好多人等了六天七天，等不下去了，是预售的，你没有货，所以你们就为了这一场也帮我锁好了库存。是的，这多久能发出来？我们是在48小时内能够48小时之内就给你们发出来，而且七天无理由加运费险。废话不说，来一个福利品。来，我们第一个来上一个福利，这一个，来，这个是我们店在售的我们的这个新家。
新疆棉聚酯纤维，新疆棉的毛巾两条，然后它拆开是这样的啊，它里面是两条毛巾，打开之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小面巾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直接去洗脸啊、擦手啊都可以来用。门店是59块钱两条，59块钱两条。今天咱别说了，我来说9.9块两条，直接上架，3、2、1，上链接，小王姐和链接2斤的。梦洁的毛巾啊，好不好？9.9块两条，咱们擦手也好，擦脸也好，都可以收一个邮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炸第二个福利。我们一般是福利三连炸，直接来。来第二个，第二个就是炸到我们梦洁整个主品牌的线下款的这个夏凉被，就是现在正好当季，立马马上可以用的。我们上一次做的是那个1.2米×2米，这一次做1.5米×2米。1.5米×2米，平时办公室也好，车上也好，小朋友的幼儿园啊，或者午睡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夏凉被。我们梦洁的多少钱？6.28的活动价99块钱一条。99一条啊。然后上次1.2×2米的是卖的卖69。69。对。今天咱们再降10块，59上架。来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上链接1000单。1000单啊，大家买到的全部都是我们这边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都是梦洁的产品。这边是 A 类的标准啊，就婴幼儿可以直接来用 的，然后还带这个 K 菌的这个工艺在里面。你买回去59块钱，梦洁的夏凉被1000条。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福利，这是一个福利，放车和放办公室里用的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我们就过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过掉，只有1000条去抢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还有什么？第三个福利品，第三个福利品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正题，就是 OK。很多人都知道梦洁，因为今天下午呢，很多人抢过了，但是很多下午还在上班的宝宝没抢到，所以我们晚上呢再来一场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来一场。来，我们董事长给我打个电话，直接给我们盘出来两个，就是直接破价的，就是今天晚上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。破价，来，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。你看啊，它一般都是放到我们这个里面来卖的，在店里它是在这个里面的位置来售卖的。这个是100%的新疆棉，100%，跟大家说一下。在我们今天所带的品还有梦洁的品里面没有聚酯纤维那些乱七八糟 的，我们所有床上用品都是棉的，都是棉100的新疆棉，100的新疆棉，它的棉纤维长度会更长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整个的一个这种手感跟织数会更加的密，光泽度也会更加好。然后董事长特意交代我，这一套给唐毅老师的所有的粉丝来做破价，门店价格1000多，然后6.28的价格是要卖到300多块钱。然后今天三个福利品，福利三连炸，我直接把价格帮大家开掉。你说，我这一款是今天晚上唯一一款做到大尺寸跟小尺寸同价的这个产品。同价？对。今天多少钱？今天269块钱买梦洁，不管是你2.0×2.3还是2.2×2.4，全部一个价格。229买梦洁。269。哦，269。269，不管2.0×2.3还是2.2×2.4。就哇，这个双面的花都好漂亮。它是双 A 版。它是双 A 版，双 A 版的，双 A 版，就是这一面。这个 B 面这么好看，我才见过。B 面它是一个小碎花，很多人做的 B 面可能就是一个素色的一个颜色，素版的、净版的，它会更加省工艺。可能就是一个素色的一个颜色，素版的、净版的，它会更加省工艺。但是梦洁不是这样的 ，A 面你看它整个的印染采用的是这种活性的印染，而且是咱们直接上架269，买到我们梦洁的线下同款的床上四件套，是的，100的新疆棉。好不好？来拼手速了，多少单？这个只能够给到500单、就是。准备好，对，大小这个价格可以了，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！我真的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小尺寸一口价，一口价。对，269。在梦洁的门店里面也是不会出现的，就是他不会说大尺寸跟小尺寸一个价，因为大的它的用材用料会更多，所以它价格一般会贵一些。是的。然后今天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福利当中啊。不多的这种价格，来，我仔细看一下，来看，仔细看一下，对，我们这个面料看到没有，一点点瑕疵都没有，对，因为它是新疆棉，它整个的一个日照时长会更加的长，所以呢，它整个的棉纤维的亮度、光泽度会更加好，是的，而且你再看一下它这种柔软的程度啊，它是非常细腻的棉，它不是那种非常稀松的，对，它就会导致透光啊，或者是整个色泽不均匀。没有上，哦，上了。我们这一个它全部都是40支的新疆棉给到大家。新疆棉，你再给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你平时在外面200多块钱买到的普通的四件套是什么样子，哦，这个也是棉。好粗糙。看一下我梦洁的这个产品，
我的金沙尾鲨各四十只，看这个纯色的这里才看到。我的金沙尾鲨各四十，它相当于白牌的这个八十只的一个高密度。这个是刷过的光钢丝球，你买回去的四件套担心的问题是什么？缩水、褪色、起球，对不对？这些问题告诉大家，在梦洁通通不存在。来，你听一下声音。你听一下声音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都黑了，被你挖黑了，钢丝球上的油都出来了。但是你看一下我这个四件套，它会有起球、有褪色、没有没有断丝的现象吗？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一款，就是梦洁的床上用品。对，我以前帮我儿子小学的时候买过一套，我洗过很多次，现在放在衣柜里面，它还是像新的一样。对，因为什么？就是久洗久新。对，因为它的密度高，而且是新疆棉的密度高，你像这种东西洗一下，你可能就变形了。马上已经断码了，断码了，大码已经断了，断码了，大码已经断掉了。你去看一下，我用钢丝球刮一下，你看它上面整个钢丝球就是毛毛的，对，它都起毛毛了，是的，就是它整个的纱线会更加的稀松。还有八十单，还有最后的八十单，大家一定要拼手速，因为这一款是我们董事长今天啊给到唐毅老师的这个。破价的款，就是在其他直播间你看不到的，在其他直播间你买不到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就是 A B 面是什么了？后面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做面上的。它是双 A 版，双 A 版，对，它叫做双 A 版。你看，可以这样直接铺这一面，是不是也很好？这样子也好看，对，哇，这一面也好看哎。是的，更素雅，这样子更素雅，对，对不对？好看，好看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样子铺也好看。哇，抢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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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而且断码了。啊，你是没我看着他接电话了。等一下，等等等等，你这怎么就断码了？我们还没从我看着每个开始讲呢，还没讲完呢。你这样子，你这个有多少单？因为今天我们下午已经卖了很多了，好多库存。我们下午刚刚下播又问他们加了一些库存。你这个还能有多少单？能够不能抢到一千单？让鬼友们抢到一千单，铁蛋抢到一千单好吗？我来这样子，我要直接你不要问了，我看看现在多少单了，已经八百单了，已经800最后两百单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两百单卖完，我们还有下一个品，是的好不好？来，还有很多你们想要的款都有，三二一，来加库存。小黄这套链接，我真的是听到他们董事长打电话给他说的，给唐老板把二九九的那一个全部破掉，对，把那个三二九的大尺寸也按二六九卖。是的，这个在其他的直播间真的没做过，而且在我其他的通路也没做过。你什么时候听过梦洁做大小同价？没听过，两百多买的一百的新疆棉，其实是的。特别这个品牌啊，这个品牌我特别放心，他们售后也好，品质也好，真的我们是看过他们的这场啊，对的，是的，我帮大家已经鉴定过了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又没货了，而且你看一下，大的又没货了，快点加！两百多块钱买回去的全部都是跟我梦洁一样的这个线下品质，梦洁的烫金 logo 全部在上面，买回去都跟线下的品质一模一样，一样一样，而且一套的被子钱买了两个四件套的感觉，是的。可以翻着盖换着盖加吗？没错，买回去全部保证到官方正品，假一赔四，而且运费险全部帮你安排好，买回去不喜欢不想要全部都可以退给我们。给力，还有七十单。是的，最后的七十单。最后几十单了，只有啊，好不好？只有几十单，咱们自己拍好不好？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呢是一百的新疆棉，是四十只的金沙尾纱，都是四十只。只有一百单的啊！你摸上去，它是一点瑕疵都没有，一连一个线头都没有的。没错啊，我们这个梦洁的被子里面放心盖，因为他们的被子呢都是不落地的。对，我们可以拿回家不要洗都可以直接盖了，是的，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这个被子啊，放心盖，我们这个六十八年了，六十八年的品牌历史，而且今天给大家这个董事长不太给力，不太懂事，真的，一千单又没了，十付款已经一千了，这样你盘一下有多少没付款的，全部把它放出来，但是大的一套都没了，但是大的一套都没有了，因为大的。从来没做过这个价格，对，就大家都知道。来，我们这样子，你再把库存清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个品吧，因为这个今天的品呢，大家知道梦洁是高端床上用品，今天其实都库存都不是很多的，对，不像别人那种啊，一下几千单或者一万，没有那么多。没有那么多的啊，因为他们线下还得做呢，是的，是不是？你全都卖给我了，这咋整呢？而且关键是全都用这个价格，他们都要大的，有没有？你期末库存来，准备好三二一，来清库存来。大号没有了，没了没了，再犹豫小号那个没了，常规款都没了，再犹豫的话，再犹豫两米、三米、三的都没有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梦洁六十八年什么时候做过大小同价，小号也没了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，没了都没了，都没了，这样，都没了。我弥补一下大家，就是四件套这个确实只有那么多，我给大家上一个我们今年二四年新上的没抢到门店的，全部没抢到，全部空了，空了，家人们，抱歉抱歉你们董事长，我是董事，我发现你们老是
你教我做数据，但是没有了。弥补一下大家，弥补一下大家。来来来，把我新款的乳胶枕拿出来。就是我这样问一下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平时睡觉有没有说脖子不舒服、容易落枕的？然后睡觉睡不踏实的有没有？有，有吧？我就是。我弥补一下大家，没抢到刚刚那一个四件套的来。我给大家我们2024年门店新上的这一款这个乳胶枕。等一下啊，你们想要四件套的，我叫他们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款的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过了这个，把这个过了以后，给他们再上一个四件套，也是同样梦洁的，让他去盘一下100的新疆棉的，好不好？盘一个另外一个款式差不多的，行，把这个价破了行不？等一下，把哪个？把这个269的价也破了，好不好？你先上这个来，我不说，来，因为很多人没抢到嘛，没抢到，先上这一个。就乳胶枕，告诉大家怎么选，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？选择天然乳胶，天然乳胶。来，告诉我什么是天然乳胶。来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这个上面有颗粒的。当然，小颗粒。弥补一下大家，拿我们的新款出来，它叫做泡泡乳胶枕，上面是带这个按摩颗粒的。来，你告诉我乳胶含量多少？我们的乳胶全部是来自。泰国的全部是来自于泰国的，而且它的含量是91以上，对，91以上，我们全部是有报告给大家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面料？好凉啊，凉爽爽。这个是它那个大凉皮的啊，大凉皮的这一个面料，它是那个胶某内胶某下的，夏天这个防晒的，你看啊，它整个透气性。好吧，快点上，很多人等着四件套呢。是的，来这一款的话，一个枕头，这是乳胶的啊，你看全是这种款式的，对，见得少吧你们。多少钱？这个在市面上就没见过。我们门店价格的话是299块钱一个，498块钱一对。哎，别说，等一下，你们请我来过来的，你请了多久？打了多久电话？打了一个多月的电话。我真的，他们一直要我做，我其实刚卖完梦洁，我不是很想做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们说真的很诚挚的邀请我，就是他们愿意破价来给我来做这一场。我说那我试一试啊，然后我就来了。然后你要记住你们怎么请我的。然后呢，一定要谨记啊！我说的价格不能说啊，你不能那个啥，董事长都发话了啊！来，今天多少钱个？你刚刚说多少钱个？我们是299块钱一个。来，今天这样子，我们再减100块钱，199一个不够，咱们再加一个来，一对199。天哪！多少单告诉我？这个有1000单，有一千单，有一千单。想要买乳胶枕的，我梦洁同级本洁啊，对的，只有一个工厂，就在湖南。现在所要地方就是我们的总部，好不好？没有怎么带工厂去乱七八糟的。你们线下看多少钱？我们今天199，两个1000单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天哪，你买回去的是这个大凉皮的面料，就是光这一个枕套，我们都要卖99块钱一对。这个枕套好凉爽，因为它里面是有2层枕套的，就是我外面这个可以拆卸，它里面还有一层的，还有一层的，对，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枕套的，就是光这个枕套我单卖要99块钱一对，这个好凉哦。凉感的，对，它就是凉感的。然后我把它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啊，然后通过一个小实验，为什么刚刚问大家就是有没有说睡觉落枕的呀，睡不舒服的，这好特别。它这个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泡泡的这个透气孔，而且它是有那种安抚功能在里面的。来，我们做一个小实验给到大家，我这个上面放一个，来给我一个那个生鸡蛋啊。生鸡蛋这个要不要打开？这个不用打开，打开一个就行了。我们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，马上给你们找四件套，你们想要的四件套，好不好？上面来，我现场找一个小男士，找一个重一点的男士，最胖的，你是最胖的了啊！来，准备好，你多少斤？180斤，你有180斤，来，180斤的小伙子来，准备好坐上去，看我的乳胶枕能不能把这个鸡蛋保护好。来，3、2，如果破了怎么办？如果破了，我1块钱给大家上100单，上1000单，上，你没信心吗？有没有信心？上，好，他要你走开，他怕冲到啊，他冲到我了，来，准备好，你照他，照他，3、2、1，哇哇，来，破了，我们倒数3个数。我听到床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床都被你坐塌了，走，手脚离地，来下来下来下来。哎，你还用手撑着在上面？你还用手去按？这是最佳坑友损友，来看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看看链接去准备。一千单链接，你付款吧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高含量的乳胶能够带给大家的啊！大家很多人在问是不是熟鸡蛋，真的没有烂的。来。他连这个薄壳的脆皮鸡蛋都能保护住，那保护你的颈椎有没有问题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抢完了，抢完了。等一下，高含量的乳胶又没有了，又没有了，我还没有做完实验啊！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来，
199，今天是梦洁家纺的618最后一场，对的，就是唐毅来给你们带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两个，一个乳胶枕，天然乳胶，你看91以上的含量，今天199，到手是两个，再加一波库存，来3、2、1，上电价，而且还带两个我这个大凉皮的一个枕套给到大家，你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梦洁本洁啊，今天在湖南长沙总店给大家直播，而且为什么要选择乳胶枕？我告诉大家，平时。